家人们下午好，下午好，欢迎来到长征阁。哦，现在我们看到一个相当大件哦，真大件哦，真大件的一个这个平安扣，翡翠平安扣哦，哦，真大的哦，哎，很大很大的一块哦，很大的一块，这个。一个面包圈，嘿，一个面包圈的一个这个翡翠平安扣哈、哦，哦，这个要戴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平安扣哈、哦，这个个头要有点个头，嘿，个头要相当大哈、哦，搭配起来才会好看哈、哦，才会好看。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平安扣哈、哦。属于这个比较大块头的人哈、哦，来佩戴才会好看呐、啊。哎，冬天可以做这个毛衣扣、毛衣链的这个扣子，嘿。颜色和种水也相当不错，哎，相当不错，而且哈、哦，价格给家人们哈、哦。价格相当实惠，嘿，几千块啊，嘿，几千块就几千块就可以买回家，嘿，几千块就可以买回家哦，哦，这个自然光哈、哦，自然光的这个饰品，嘿，自然光的饰品哈、哦，哎，家人们不用担心会有什么色差的问题哈、哦，不用担心会有什么色差的问题。哦啊、然后这个扣子的种水也相当不错，嘿，很不错的一个种水哦，哦，翡翠的一个、哦、面包圈，嘿，大面包圈的一个平安扣、哦有喜欢的家人直接去拍、有喜欢的家人直接去拍、哦哦、欢迎来结缘、哦、欢迎家人们来结缘，